能够让他们呢思想呢有所放松，啊，劳逸呢相互结合。同学们好，杨老师好。OK， 好，在这个推手当中呢，我们呢都可以在练习了彭于简采撷肘靠了八进。OK。首先呢，哎，我们看了，在一定的这个弧形之下呢，两个人呢应该保持呢粘连粘随，哎，不丢了不顶，哎，以柔了来克刚，借力了打力。推手歌当中呢，他讲的好了，他讲了彭捋几案了，你应该呢要认真，哎，需认真，上下相随了敌难进，任他距离来打我了，牵动四两博千金，引进落空何地出了，粘连粘随了不丢顶。哎，比如说我们从这儿呢，当对方的进来按过来以后，从这儿呢我们这儿呢就有一个彭进，哎，这个呢就是个彭的用法。彭进呢用法当中呢有很多的用法，这儿呢还可以走彭，哎，从这个彭进，当我们做这个彭进的时候呢，对方之力呢来推过来之后呢，这儿呢仍然呢是一个彭进，哎，从这儿呢化解开对方，哎，从这个圆弧当中呢，哎，来找寻了这个保持自己呢重心呢平稳，哎，弧形呢适中，哎，从这儿呢做出一个彭进来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彭进。第二个进呢，我们通常说了捋进，捋进呢，当我们做的时候呢，从这儿呢连起来以后呢，从这儿呢，哎，这儿呢是一个捋进。OK， 从我们做动做这个进法当中呢，合住对方呢，一个呢拧了，一个呢压，哎，一合璧了，从这儿呢做出来的捋进。OK， 再往下呢，挤进，挤进呢，通常来说呢，是在捋进之后呢，我们来做这个挤进。当我们做捋的时候呢，对方呢沉肩垂肘以后呢，从这儿呢按了，通常来说呢，我们一般来说呢，在对方呢，在这个力圆圈当中呢，我们走了一般是引开对方，然后从这儿后腿蹬劲儿，从这儿呢是一个按劲儿，按劲儿之后呢，我们说了四正进呢，还有四欲进，四欲进呢，我们说了从这个正进练好以后呢，欲进呢，包括了采撷肘靠，一般来说呢，踩呢也是借着对方的劲儿，当对方劲儿呢按过来以后呢，从这儿向下踩出，哎，这呢是个踩劲儿。踩劲儿以后呢，通常呢我们可以说了走裂进，从这儿呢拿住了对方了，走裂进，哎，我们再来看拿，从这儿走，走。捋进以后呢，我们通常呢可以说了肘，这个用肘的时候呢怎么走呢，当我们对方呢我走捋进的时候呢，对方呢这儿呢就有一个肘进，从这儿呢向前进呢，他就可以了用肘了来击对方，哎，这个呢也是一个肘进的用法。从我这儿呢横跨了，这儿呢也是一个肘进，哎，对方用肘了来击我的胸部，我呢也可以用肘了击对方肋下，从这儿呢也是一个肘劲儿。再来看了，在不击的时候呢，用肘怎么画呢，对方按肘合住对方，哎，从这儿是一个肘劲儿。肘劲之后呢，通常呢我们说呢靠近，靠近了通常来说呢，我们用肩为多，从这儿呢是一个肘劲儿，靠劲儿。我们再来看，当对方呢按进了过来以后呢，引开对方，靠出，哎，从这儿呢是一个靠劲。活步练习呢是在定步的基础，从这儿呢走，
仍然呢是结合了八戒，哎，运用了和定步呢相似。比如说呢，如果我想做驴的时候呢，哎，从这儿呢结合身法了，从这儿呢一个驴，哎，感到特别的担心和害怕。要知道作为一个女性这很重要，我不喜欢去那种以打斗为目的的教学的武术学校，我喜欢这所学校就是因为它能够使男性更加温柔，使女性更加坚强，所以我很欣赏这些。用美国朋友的话来说，太极拳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。我们祝愿杨军能在美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用太极拳造福人类，造福世界。